圣诞老人不在于雪人，也不在我们，不在于我们吃的那些美味的食物。其实真正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我们要传唱耶稣的故事。那如果你会唱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唱。要记得圣诞节真的是记得耶稣为着我们，为着爱来到这个世上，不要忘记。清醒悄然惊醒